家四口，我租个房子是2500，我还要还6500，我一个月需要还8000块钱。你老们，我老百姓一个挣8000，我容易吗？我一个工资我才7000，我媳妇工资才4000多，我剩下的钱我都不敢生病，我有病都不敢看，我真是不是说我哭穷，我有病都不敢看呢。先给我们停贷，然后给我们盖房，我们拿的是全款，是现金。我到你超市去买瓶水，1块钱，我给他们1块钱，他说拿瓶水，他不给我水，我报警，警察是不是说的事？我150万，我买套房子，他不给我灌，他就躺平了，他就没事了。然后我上街，我都是暴徒，有天理没有？我喝点酒，我，你说有没有天理？我姑娘眼中我是坏人，我哪是坏人了？我也不想走上街头，我也不想成为，我都想拿150万买个房子。我钱给你，你把房子给我；买瓶水，我给你钱，你把水给我。我是合法的公民啊，有错吗？你们理由那么多，我的钱谁拿走了？我们是全款的。就是停贷这事情，咱们领导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么多20万多个群众？